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阿三。在三月二号呢，CBA 全明星周末的活动将会隆重开幕，到时候呢，各大巨星也都会参加本次活动和我们球迷进行见面。那么，在这一次全明星周末即将到来的同时，我们却看到 CBA 有一个球队的扣篮王传出一个非常争议的消息，他在有伤的情况下，居然选择打封闭上场参加。 全明星扣篮大赛，很多球迷自然十分的担心，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愚蠢，有可能再度酿下丁彦雨航式的悲剧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。据媒体人透露啊，在2020年以草根身份夺得 CBA 扣篮王的李静红啊，在之前加入北控队之后，一直没有得到上场机会。这一次全明星周末呢，教练组却准备安排他参加扣篮大赛。 在加入球队之后，以三十一岁的老将身份呢，其实没有能够得到立功的机会。这一次得到教练组的信任，以晋红呢也是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尽管在之前的训练备战当中扭伤扭伤了脚踝，但是他依旧决定呢选择打封闭来参加本届全明星的扣篮大赛。这样的做法其实啊，在他本人看来或许非常的疯狂，对于俱乐部呢也是一个挺。 忠诚的决定，但是在很多喜欢他的球迷看来，这个决定非常的愚蠢，也非常的疯狂。因为大家很清楚，本身呢打封闭这种做法对一个运动员呢是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，他会让他的骨头变得更加脆弱，将来呢想要痊愈恐怕呢也很难做到。这样的一个做法呢，将来很有可能会彻底毁掉以静红的职业生涯。大家根本就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会选择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参加这一次可有可无的。 扣篮大赛，因为在李经宏之前呢，我们西边已经有一位巨星因为打封闭呢。 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悲剧，那就是丁彦雨航。当年丁彦雨航叱咤 CBA 联赛，甚至一度有机会进入 NBA 发展，被球迷称为四字国内的外援。那么可以说啊，丁彦雨航当年的状态是非常火爆的。结果非常离谱的是呢，在一次参加 CBA 山东队的比赛的时候，在带伤的情况下，他居然选择打封闭上场。那么后续他的膝盖伤病一发不可收拾，到现在连累他呢，不得不提前终止。 生涯也导致落了一个非常悲哀的下场，所以可以说当年的那一针封闭啊，对丁彦雨航造成了不可复原的一个。 打击和悲剧。那么如今呢，李进红居然又模拟类似的操作，很多球迷自然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啊悲剧的可能性呢，赶紧喊话了。但从目前来看呢，恐怕不管是球员本人还是北控男篮，估计呢都没有计划收回这个决定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一切的选择都交由李进红这个球员了。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自自求多福。但总的来说呢，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球员，在进入 西北球队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机会，其实他也根本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这个球队。与其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来表达对球队的忠诚，那么倒不如离开球队，到另外一个舞台去证明自己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或许将来他的职业生涯还能够得到延长，他的将来可能还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高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，拜拜。